情海波浪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小姐，我听雷琴姐讲，最近郭主任定来约你，约你约到真困难啊。安怎？雷琴嘛想要替我做媒人？我是认为郭主任这个人真正袂歹。信天，你免这么着急，想要把我嫁出去？我最近感觉有点点对你高高低。你别误会啦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当然希望你会当找到幸福啊。只是啦，敢讲咱永远干来会当做朋友。啊对啦，林大中倒来台湾，你知影？你在日本应该有甲联络吧？无啥物机会见面啊，因为阮阿兄一直真神秘，而且我倒来台湾了后，伊嘛无主动甲我联络。即摆我嘛搁住伊，所以我嘛无确定予伊。你即摆是乌无主事回家头家，第一台北生意场势力是愈来愈大。不管伊即摆伫咧做啥，我干那希望伊能好好做人，莫搁一直找人麻烦，惹代志。多谢。无安尼啊简单嘞，这边台长甲蔡进宝够兴趣，伊拢在计较。我今日回来上主要目的，是要报仇。你放心吧，我若小家会见面，我会叫伊卖去了恁两兄弟。小雨，其实你无需要为我搁出任何代志啊。为什么？敢讲你跟我向你讨这个人情？我无这個意思。啊，是讲你惊我会利用这机会对你高高低。信天，敢讲咱两个人真正这么无缘？小雨，是的。你唔免对我讲什么实话，我只不过替你感觉真惋惜。等伊这么侪年，李主子还是唔肯倒来你的身躯边，你是要找伊找到什么时阵？继续找落去。下期电视剧听两位阿月婷点么比讲，想袂到今麦点么代表，搁咱搁再听一届。对了，拄食今早，你想介倒一顿？我毋是讲足够欣赏的。敢讲你听袂出来？因的弦甲声音真棒，当讲大事，真正就贝多芬天鹅交响曲表现出来。我真久不听到这么好的音乐。若假使是秀慧陪我去，我就袂这么无聊啊。葛主任，虽然我唔是足白嘞，啊，不过我嘛感觉音乐足好听。假使咱来有机会定来出来听，安尼我就较晓欣赏。不好意思，真多谢你半时间来陪我，感谢。我再多谢葛主任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会用跟你做伙去听音乐会。是讲，你才是个人名，哪会买两张票？是毋是本来有约啥物人要做伙去听？是啦，我本来是约秀慧做伙去的，但尾煞你想代志。你甲罗当叔敢那真好啊。是啊，我甲秀慧踮日本的熟识真久啊。我会当来台湾，我完全是因为伊。秀慧想爱听的 classic 古典音乐，我本两阵过一定个，想袂到伊却联系我。所以你再来找我，原来你两个这么好，不怪，连伊内底人拢在传讲，罗当叔是你的女朋友。是啥物人在学白团？
我甲秀慧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尔，就算讲阮真正是男女朋友，这也是阮的代志，敢不是？嗯，我袂亲像其他的人安尼后白讲啊，我以后嘛请伊莫后白乱讲。不要紧啊，咱随时用的，伊安怎讲随怎。阿丽，你生到这尔高水，而且够有前途，一定有足多人在用的吼。无啦。 我哪有亲像高主任讲的这么好，而且我嘛一直做打拼在做工课，也袂晓装啊，所以个即马无男朋友啦。啊，恁厝内人敢袂烦恼？对，啊，恁倒是咧创啥？会当互恁读到医学院，环境已经袂歹吼。阮爸爸已经对囡家退休啊，啊，我嘛是家庭主妇，算起来是小康尔。啊，毋过阮姐姐咧做生理哦。 伊赚足侪钱诶，我用读到医学院，拢是伊供应我。紧食食，时间无早，食完我送你转。 啊，你今仔日毋是无排班，哪会即阵才回来？几点啊？你知无？我去听音乐会啦，啊，听说啊，陈昌去食饭，所以较晚。好，什么音乐会？古典音乐会啊，是美国来交响乐团哦，演奏就好诶。尤其吼是迄条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，特别好听。哦，老师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对即种音乐有兴趣啦？你敢捌？ 我毋捌，阮朋友捌啦。朋友，哎，啊，啥物朋友啊？查某啊，查某。丽君啊，啊，你是毋是交男朋友啊？嗯。爸妈，莫问遐济啦。啊，丽君若是交男朋友，一定会带转互恁看的啊。伊即嘛心头问遐尔济，可以有自由发展啦。嗯。爸，啊，丽君转来啊，你是有啥物代志要甲我交代？哦。 是安尼啦，啊，雷军毕业保全啦，即卖已经是阮公司啊来处理啊啦，啊，我着申请要调过去，后摆我着会当含雷军啊做伙上下班啊。真是了，安尼足好个啊。是啊。爸，啊，你调过创啥啦？雷军上下班的时间也无固定啊啦，你调过嘛无录音啊。安怎？啊，你无希望我调过去哦？哎呦，雷珠啊！ 你是安怎啦？啊，顶边丽君啊要去遐上班，你反对，啊，今次我要调过去，你也反对。丽珠啊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，阮无问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我即摆趁个钱，有够厝内底个开销啊嘛。爸，你莫安尼辛苦啊啦，你过去要办退休。嗯，无咯，只要我还阁会顶动哦，我着爱为即个家啊斗出力。 袂用全靠你啊！安尼你受辛苦啊啦！对啦，丽珠啊，你哦，就互恁爸爸出去外口食头路，唔则袂安尼到处的哦，安尼闲闲无代志做，干那知影要找我麻烦。嗯，是啦，姐，而且我嘛伫病院内底啊，我应该爸爸互相照顾，你放心啦。对啦，规定哦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 阿姊，你还袂困啊？是啊，安怎？什么代志先？嗯，我有心事，会用甲你开讲一下无？当然嘛，阿姨，来坐。阿姊，但两个感觉你困袂去哦。阿姊，我现在足快乐的呢，伊约我去听音乐会，然后佫送我回来。 啊，我进前我毋是听你讲，伊迄个女朋友啊，安奈个有哩？迄是一场误会，高主任已经清楚甲我讲，伊甲迄个人只是朋友，毋是咱女朋友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，伊无必要骗我。丽君啊，目睭也是要较紧的，毋好遐尔紧就付出你的感情。万一代志甲你想的无共款，你受着伤害的时阵哦，则袂遐尔食啦。哪里你讲，病院内底的女同事医生遮尔多，是安怎伊毋约别人偏偏要约我？
伊若真心介意你，我当然是祝福你啊。我是惊讲，万一伊若是算算的尔，啊，结果你所付出你所有的感情，你介意博啊？阿姊，只要吼有一点仔机会，我就袂放弃。不管安怎，你也是听阿姊的话啦。阿姊，唔是大家人的感情遭遇，拢甲你同款啊。阿姊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故意的。其实你讲的也无唔对啦，可能是因为家己感情行得无顺利，所以哦，才对爱情这尼啊无信心啦。今日这尼有信心，安尼我祝福你啊。阿姊，虽然讲我唔知你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，不过已经经过这尼侪年啊呢，你是不是应该把过去迄痛苦的代志放下袂记咧，重新建立新的感情？我感觉吼，迄个李大诶，好啊啦，你又过来啊？真暗啦，紧去困啊，明仔载还阁上班。阿姐晚安。李白。郭秘书，哎，林董哎，哇，是你啊，什么时阵来台湾的啊？拍死拍死，有人来给你叫叫。袂啦袂啦，我叫是讲你人踮日本的啊。一条，啊，你也知影讲我踮要遮上班。这当然咯，郭宝雄医师是国际有名外科权威啦，报纸嘛定咧看你的消息啦。来，慢咧讲，慢咧讲。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今日找我，你有啥物可以做着？是安尼啦，过去你伫日本的病院，有伫使用阮公司的药品，双方嘛合作了真欢喜啊。我想要甲你拜托，替我牵一个仔线，互阮公司的药品哦，会当继续来供应即卖的病院啦。你看安怎？这林大伟，我老实甲你讲好啊啦，我来这间病院才无外久尔。而且我是外科主任，病院的医疗用品呢，拢是用院长咧在发的，我真正是无这个权利。也毋过，照我所知影，你是天主病院尽全力聘请转来，所以因对你是真器重。你的意见，院长一定会真重视。就是因为我医疗对我真器重，我更加袂当降官了。你讲敢是？我看你若真正想要做这摊生意，还是直接找个医疗去讲讲。郭医师啊，你敢有实在啊？你该嘛熟悉，当然啦，伊是阮小妹啊。林小妹，秀惠伊细伢，伊是哪一丛的查某囝？伊是阮道上较早收养的查某囝。哎，我哪毋捌听过秀惠讲起这样的代志啊？秀惠有爸母啊，啊是安奈会去互恁道上收养？哦，这阵代志哦。讲起来就回头长啊啦！秀惠细汉的时阵失踪啊，啊，阮道上就甲收养。后来伊找到家己的亲生爸母了后，就认祖归宗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贵叔啊，我看恁两个真适配。阿敢讲，恁即马已经是咱女朋友啊？哎，即马阮两个啊，是郎有情妹无意啦。我也唔知秀仪想到底想啥。哎，我这个小妹哦，目睭生伫头壳顶啦，爱护的心的猫就较困难啦。啊，不过，郭医师啊。你是真相信的，凭你的条件，要叫阮小妹
应该是真简单啊。秀慧一向真尊重我这个阿兄啦，在伊面头前哦，我也有分量，会当找机会替你讲几句好话。叶大，多谢你。唔免客气啦，啊是讲哦，关系到药品供应代志，叶大你这放心啦，既然你是秀慧的大兄，咱就是家己人啦。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替你交医疗工程。多谢你，来。阿兄，秀慧，进来啦。你哪会知影我到底在家？郭医师跟我讲的啦。我伫日本的时阵哦，一直有找你，啊你都无回我电话啊，想不到等来台湾了，你会主动来找我，我真欢喜。哎呦，秀慧，阿兄等去日本哦，是重新打拼。一来我真无用啊，二来哦，我若无赶紧拼一挂成绩出来，我实在唔敢见你甲多少。你哦，还是遮尔好强啦。那呢？你今日来找我，就表示讲你的头壳顶有一片天哦。圣天拢无甲你讲哦。有啊，伊讲你即马是乌波株式会社头家。我是乌波公司伫台湾的代表。不管安怎，我是要恭喜你。多少人知影，一定真欢喜。嗯。啊你呢？你是做啥？阮爸甲天主病院的股份拢交予我，我即马是天主病院的股东兼董事。安尼哦。秀慧是天主的董事，看来我甲天主这笔生意做会成啊！阿兄，你甲茂雄有识识啊？是啊，阮伫日本的时阵就识识啦。伊伫日本的时候，因的病院拢是用乌木公司的药品。原来安尼啊！对啦，秀慧，阿兄问你一句话，你也了是讲。你对郭医师是毋是有意思啊？这敢是伊叫你安尼？哦，唔是啦，是我家己想要了解啦。你是我小妹呢，我这个做阿兄，敢袂了解一下你交朋友情形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对伊哦，真正无意思。哦，那呢，就是郭医师伊家己咧妄想咯。伊是在浪费时间。你是不是还搁在等洪信天？信天到今嘛，还搁在等李主席找伊的下落。这洪信天实在有够有戆的啦！伊找这么侪年啊，啊李主席完全袂甲伊联络，就代表对伊死心啊嘛。伊何必搁了戆戆去找嘞？伊若有巧哦，就应该接受你的感情啊。阿兄。莫讲遮个啦，你今仔日向我走来找我，敢讲阁有其他个代志？哦，坦白讲啦，我今日来遮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要甲天主病院做生意啦。啊，即摆既然你是天主病院董事，阿兄想要拜托你，替阿兄做中人牵一条线。安怎？有困难性？即卖病院是信天在做院长，进前你甲信天有真侪恩恩怨怨还袂化解，我惊伊会反对。啊，不过王信天欠你真侪人情啊，你若答应替我讲情啊，我相信王信天伊袂反对。秀慧，你也相信我，进前我都食这么侪亏啊，早都互教乖啊啦。啊，我甲王兴天之间的恩怨哦，我会用介绍的生意去化解。好啦，我替你向兴天讲看卖，啊，不过是不是讲会成，我唔敢保证哦。哎，你若答应，代志就成功一半啦。多谢你哦。
你即马三两食有正常吗？哦，有。真好。阿姆，恭喜你，你当出院啊！妈，听到无？你当出院啊呢？王勇啊，多谢你呢。唔通安尼讲啦，下当看到阿姆健康出院，我比日本更欢喜。郭助理，你伫咧别人的眼中，那一世高明，而且做人够谦卑，而且好阿做，将来一定进入正道。多谢伊弟的鼓励。我已经足久吼，唔歹出去外口晒日头，吸一寡吼新鲜的空气。嗯，啊，唔着紧，甲我办出院手续啊。嗯，哎呦，丽香啊，别安尼着急了啦。老公要吸空气啦吼，新鲜阿里山的上新鲜啊，要晒日头，咱遐吼天气上好。今仔日咯，我来开个开车载你倒转来啊。爸，车我来开啦，我嘛久久无转去家己看者啊。袂啊，哎，丽香用得转家己无？哎。我是惊讲阿姆的身体无爽快啊！啊，你人踮咧嘉义，我踮咧台北，去甲我照顾不方便。对，何主任，我看啊，你前几工啊，甲平日工作都交其他医师去代理。你陪丽君姐来讲佚佗袂干，迟早阁会当照顾伊。安尼，你看安怎？好，好，好，信天啊！啊，天佑吼，本来就想要好好招待无用，来，答谢伊啊！对了，对了。哎呀，啊！既然甲恁院长吼答应要互你放假，你来利用这个机会哦，来遐家己的所在啊，好好安尼行行、佚佗佗咧。我再按你来叫，当地的所在哦，海产真新啊。好嘞，啊！既然伊里有交代，而且大家国家在积极，我那是无疑哦，一定去找到恁担心。死性子！我倒来后头厝遮尔侪工，无爱接阮母仔就真超过。今日连一通电话就不卡来关心，有够无天良。婷婷，过来。我是鬼哦、喔，你看到我就要走。恁爸爸就无爱咱啊！你搁抱迄个洋娃娃要创啥？蛋掉啦！唔准跳！我到底是安怎？哪会抓囡仔来出去？妈无要怕你啦，妈要笑你哦。请你原谅妈妈，原谅妈妈好吗？妈妈你别哭，妈妈，妈妈你别哭。妈妈以后袂阁骂你啊！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少林，你搁在遐通来哦？我叫是你妈已经伫咧台北，替你办桌娶小姨啊。是嘞，我拄按台北赶去，转到厝的，才知你娶婷婷拄按转到后头厝啊。婷婷来。哎呦！一笑啊！婷婷想爸爸。嗯。爸爸嘛就想婷婷的呢。好，爸爸来送妈妈甲婷婷回去厝。啊，你阿物件看看，等下做吼。好。嗯。等下。我老公要回去。素玲啊，我就已经亲身来接你啊，卖阁乱啊啦。叫我回去，让你妈念，我无爱啊。
哎呦！素玲啊，别安尼啦。我知道你对王家、对我的牺牲跟付出，我心肝一直拢真感激。你是我永远心爱的家啊！咱有一个天庭遐尔古锥的查某囝就好啊，是毋是？咱阁生一个查甫拢无要紧啊！你妈敢会安尼想？你是孝子嘞！你妈若强逼你变生后生，你敢讲应？我都拢甲你保证啊！你到底爱我怎做，你才肯相信我讲的话？我永远袂阁相信你母阿姐讲的话啊！你在里边？好了，那你以后两三下，我咧外口就听你两阿母咧冤家，冤安怎？亚姐，爸，我甲你讲，医生检查讲，我顶届破破生疼疼的时阵，去伤到子宫，以后可能袂阁生啊，甚至家己妈妈就开始联合起来欺负我。素玲，你讲话是凭良心呢？什么时阵欺负你啊？你够恐怖！你妈在遐量我的时阵，你硬徛伫我前面吃着，结果呢？你竟然无顾我的心情，家己走去台北办代志，安尼无算欺负我。性子啊，那安尼就较过分咯。素玲是为着恁王家才袂死呢，啊，你若无体谅伊，管你伫对待。爸，你袂用敢听素玲讲的。当初恁来甲恁老母吼，小甲素玲安慰一下，伊嘛袂早转来外家厝，袂阁讲倒转来啦。那恁老母的个性吼，我也若正了解滴啦。素玲吼，即摆生一个查某囝啦，我当然阁生啊啦，袂当替恁王家吼生一个人来传宗接代啦。伊会当对外好吼，我看我若喊妈妈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你也看了，当初丽珠这么忍耐啦，替恁老母哦生一个哈尼古锥的金孙回婆，啊，结果嘞，伊不爱承认丽珠这个媳妇，起码无金孙通好抱啊啦，伊哦，这是伊的报应啦。星姐，妈若对素玲啥不满，定不应该徛伊一边，你啊外头做你走，不怪伊无欢喜啊。你即摆敢讲我也是？你当初你若替丽珠姐也加讲几句话，讲会不到这个下场。好啊啦，第一减讲两句啊，还阁有人客气呢。素玲，我最后一摆嘛，要搞定。我不爱啊，你慢慢吃。阿公。哎，乖乖乖，哎哦。卖讲我拢无来吃皮，性子淡点。素玲，既然性子拢爱吃皮，就算讲你搁看到生气，气嘛应该消啊。我看你要甲性子淡去。安怎？你淡去，你家己淡去啊！你迄个无缘的大家搁伫咧厝等你看哩。我看你还是甲阿兄做伙淡去好啊。爸，我先来。玲玲乖了，爸爸找时间来接婷婷回去，好不好？嗯，爸爸喊我紧回来哦。嗯，来乖乖，爸爸带，婷婷爱乖哦，好。爸爸再见。婷婷啊，来来阿妈家。阿妈。嗯，乖。来，你看，这些人，你是阿姨呢。你就是婷婷哦，我是秀慧阿姨，叫阿姨。阿姨。嗯，照顾子爷呢。是呀，照顾子爷呢。过来。嗯。喂啊。哎，拍谁？拍谁？我来遮厝来看下笑话啊！啊，袂啦袂啦，一个花会当安尼，嘛卡头者。
个素玲哦，实在有够可头啦！我这大家去接伊，伊唔转来，即马连你这阿公去接伊，伊也唔爱转来，小虎拢卖转来啦！我都唔相信伊伫后头厝会带一世人。妈，哪会到即马你搁咧讲这款话啦？素玲未生也毋是伊唔对啊啦！安怎？即马连你也对我无满意啊？我爱伊替咱王家生一个后生传后嗣，也唔对。歹势啦，我心情无好啦。我看明仔载吼，我也是跟你来一撮，去把素玲带转来。煞煞去啊妈！即摆已经不是素玲一人的代志啊。阮丈人爸吼，甲丽君伊也转来，素玲有靠山，搁较免讲啊。因转来啊，秀姐，我跟你讲，顶摆吼，我去接素玲转来的时，我有看到林台中伫咧乱搞。伊去乱搞啥？这都要问素玲啊，亲家哦，若是要安尼为素玲，我都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让因鸡嘴变鸭嘴。啊，素玲甲林台中哦，是无可能够联合搬家。我看这林台中哦，一定是挑工去乱搞乱。你对素玲都这么有信心吗？妈，伊起码伫咧西兰，我还无感情，你是千万唔通去中林台中的。妈。青天，你什么时阵回来？我甲赖尚做伙送丽君姐也回来。妈，林台中是安怎？林台中哦。妈，我的代志无需要有人知影。你那遐也不是外人。青天，迄林台中有够恶劲的，竟然讲婷婷是伊的查某囝。青姐。林台中是靠袂你天下大乱，你家己心头一定爱了定。你免烦恼，我心内有数。我去上班啊。你才拄啊转来尔，哪个去公司啊？这间厝也有伊住的哦，像阮怎我都带袂掉。你免走，我只是转来看一下嘛，袂留伤久。暗时我会去带饭店。唔免啊，你留来做好主，我走。信奇，信奇，是安怎？你兄弟一定要母到安尼啦？敢会用个互我较清心的？是我上疼入心的媳妇，既然伊即摆转来啊，无定着，我阁有希望可劝圣天带伊入门，替我生一个金孙。但我之前不是甲你讲过啊，人秀慧已经有男朋友啊，是一个医生，而且已经交往三年啊。有男朋友是阁安怎？只要还袂结婚，圣天都还阁有机会。明仔载我就去罗家行一撮，顺便看一下秀慧，探看伊是毋是对圣天还阁有意思。若是有，我得爱想办法，甲伊两个煞作对。阮有两个大人，一个囡仔，总共七个人。你敢会当分我一间包厢？好，阮十二点会准时到。多谢。爸妈，餐厅订好啊？有啊。嗯。伟龙啊。哎。阮东石这海产哦，因讲是顶港有名，啥下港有出名啦，试看卖。保证你咧台北食袂着。阿伯，阿姆，真多谢恁的招待呢。哎呦，哪着安尼讲啊？把家当作家己的厝，千万唔通感觉生分呢。袂啦。嗯。啊，要去开门？嗯。啊，恁茶啦。哦。秀慧，爸妈，阿姆来啊！姨妈，姨妈，我知影你出院啊，我专工来甲你看啦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嗯，哎呦，你怎么看起来？
气色袂歹呢，恭喜哦！多谢啦，这是一罐补品，要让你疼身体。哎呦，啊人来就好啊，哪有这么客气啦？来，多谢多谢。阿妹，你好。看你把我送你的手环搁挂咧吼，我足欢喜的。啊，你有人客啊？阿姆你好，顶回病开播时阵，咱捌去过面吼。是啦，你好。秀慧，你即马是天主病院的董事啊？啊，信天平常时啊，还佫有其他的代志爱无闲，病院内底代志都要拜托你较费心哦。这当然啦。以前你跟咧信天伫天城拍拼，甲信天斗相共足济。我相信以后你甲信天也是会斗阵做伙拍拼。阿妈。婷婷哦，乖。妈，我看你莫少想啊，高医生的条件这么好，阿兄已经无望啊。素玲啊，你莫乱讲话啦，我跟茂雄哦，刚是好朋友呢。婷婷，阿妈这几落天无看到你啊，这想你的呢。婷婷嘛就是阿妈呀。没有，你既然想阿妈，阿妈做伙来等好不？我看免啦，转去哦，阿爸都传宗接代啊，转去要创啥？加食了米。哦，天嘛，啊，我听讲你因为素玲未过再生啊，要甲圣子娶一条细姨了。我是嘴咧讲讲的尔啦，我哪会叫圣子去娶细姨啦？你找阿你念，就表示你心肝内哦，我安尼想啦。信子是出名孝子呢，上到保证，倒一天，伊袂为着你去娶细姨。哎嘛，素玲嘛是因为生婷婷，伊才过才生。你若讲因为安尼吼，你若信子去娶一个细姨，安尼对素玲就较无公平啦。啊，恁王家若讲安尼吼，继续要安尼欺负素玲吼，我是袂放点点哦。敢讲真正王家当孝叔？啊，是嘛？过去你就是讲无孙，是你家己未晓好好啊珍惜了尔哩。这哦，我看你认命啦。是嘛？啊，即摆这个时代吼，传宗接代已经过时啊啦。啊，你讲哪个？敢咱两个查某囝，我嘛无一定讲吼，一定爱生后生啊。啊，嗯。为了要庆祝，我妈妈出院，咱中头做伙去餐厅吃饭，好不好？唔免啦。陈家亲，无我先来转啊，吼。哦。顺行嘞。啊，顺行。素玲啊，我咧看哦，恁大家都已经来个厝呀，婷婷出来倒转去，较袂用讲咱拢无家教啊。婷婷，来讲亲亲来，来讲亲亲，哎，乖乖乖，去倒？我去哪家？你去哪家？因有人客呢，你无话别讲话啦吼。我是去看亲母啦，人破病的时阵我无去甲看，即摆出院啊，我敢唔免去甲看一下？对啊，啊你若无顺续甲素玲甲婷婷带转来，哪家的人敢这么好讲话？啊，不过我即早去吼。有得到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
秀伟对迄个意思吼，根本就无意思。妈，我跟你讲，人赖尚甲赖庆芝也对这个意思吼，拢真满意。我看秀伟甲伊做伙，迄早晚的代志，你就莫搁去破坏人感情啊。嘿，啊，你来这呢固执哈？你若点头，你甲秀伟都会有好的结果。偏偏你要拒绝一个这么好的查某囡仔。妈，我坦白跟你讲，我已经有丽珠甲天珠消息了。真爱普通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